OK， 那现在是没有加。OK， 那现在是没有加麦克风的效果。现在 OK， 那现在是没有加麦克风的效果，接收器在这边，所以真的是没有加麦克风的效果。就手机内建的麦克风收音听起来就像这样子，所以你如果直播啊，或者是你开个会干嘛，拍个影片，听起来就像这样子。那加了麦克风就会听起来好很多很多。